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华藏世界品》，藏海安部庄严第四段，海景相合，长行第五句看起。其和所有悬浮之处，一切诸佛所修因显，种种形象皆从中出。这一句，清凉大师跟我们提示的很简单，悬浮处隐啊，悬浮是流水里面的漩涡啊，这种现象呢，我们在河流里头常常会见到啊，它的原因呢，大概是这个河的底这个地方特别深，或者呢是下面有岩石啊，造成水流啊在这个地方啊回旋。佛在此地以这个来比喻，显示一切诸佛所修的因显，种种形象呢就像这个河流里面的回流一样啊，回流最明显的这个现象呢，就是往复。我们所说的循环，这个因果里面这常说到啊，因果不空，因果何以不空？转变不空，这个悬浮有转变的意思啊，循环不空，它有循环的意思啊，相续不空，相续不但是悬浮相续，这个河流啊也是相续啊，所以说是后浪推前浪啊，这个是相续相啊，而河流流水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啊相续相，但是循环呢跟这个转变呢在这个悬浮里面呢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意思很深，我们学佛凡是看到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实在讲处处都有，这个悬浮最平常的最普通的就是时针，你看看现在小学生，我看到
都戴手表了，手表的指针呢，永远在学佛。跟经文这个地方所说的表法的意思完全相同。我们从这个深处去体会这个现象，岂不是《论语》里头第一句所说的学而时习之啊。你们想想看，是不是学而时习之呢？世出世间的圣人学习就像啊水的悬浮一样，永远没有停止，永远没有休息，他才能够成就道业。啊，时钟右旋，我们讲顺时钟的方向。右旋代表随顺性德，随顺纯善，不要向反面去学佛，那就错了。随顺性德，我们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如果随顺烦恼呢，随顺自己习气呢，这是决定往下坠落的。永远要记住世尊在经论里面的教诲，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，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。阿罗汉证到的是正觉，换一句话说，没证到阿罗汉之前，在佛的眼光里面看的是不觉。这个话是真话，是老实话。完全正确，没错误。但是我们凡夫初听到的时候总是不服啊。佛说话有没有说得太过分？我们凡夫心里想，佛说六道众生都是不觉，都是迷惑颠倒。我们会想，六道里头可能有一部分人迷惑颠倒，但是也有一部分很聪明的人啊。今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科学家啊，哲学家，他们聪明啊，他们并不是佛所讲的迷惑颠倒啊。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反应，这个反应非常正常。我初学佛的时候
看到经典上这些句子，我也是这么想法。到后来看到佛的标准，我相信佛经里面讲的觉跟不觉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？以断烦恼，你的见思烦恼没断呢，就叫做不觉；见思烦恼断了，就叫做正觉。这个没有话说了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服了。见烦恼，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把它归纳，见烦恼就是错误的看法，归纳为五大类。第一类叫身见，执着这个身生活，叫身见。边见，边见就是相对的这个观念，我跟人是相对的，圣跟凡是相对的，真跟妄是相对的，是跟非是相对的，相反是相对的。这个观念叫边界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我们怎么晓得？我们根本不知道啊！执着这个身是我，哪一个人不执着身是我呢？怎么能说这执着身是我是错了呢？我们永远解不开啊！那要到经典里面细细的去学习，才真正的把它搞清楚。搞明白我们这是无量劫来啊，看错了第三类叫见取见，第四类呀叫戒取见这个两类呀是讲的因果。一个是你在果上看错了，这个见取见是果。佛法里面讲非果即果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果，你以为是果。见取见是因不是真正的因，你看错了。你比如说善因善果，这是正确的。你说善因恶果，这是错误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恶因善果也没有这个道理。因与果粗浅的我们没有看错，深一层的往往我们把它看错了。佛举出很多例子给我们解释了，不涉于上面讲的这个四大类错误的见解，就是除上面四大类之外
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并作一类，叫邪见。分配在三界六道里头，佛还是用归纳的方法给我们讲了88品，品就是类，品类，那就是细说，把这个五大类再详细的说明。88类要统统断尽，这叫见烦恼。哎，你的见解不错了，正确了，你那个思想还错。思想是什么呢？佛也把它归纳，也归纳为五大类。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恶业，这个投诉三界总共有81品，它分为九地，99/81，这个东西通通断尽了。那个时候，你的思想见解叫正知正见，正觉了。佛是用这个标准来说，那我们看看我们世间这很聪明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他有没有魔见？有没有边见？有啊。他还有没有贪嗔痴慢？有啊。那就不行啊。那不符合这个标准的，那它不能叫正觉啊！正觉里头决定不能夹杂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没有断，不叫做正觉。见思烦恼断了，这个人超越六道了，六道没有。他决定提升到四圣法界，他是属于声闻缘觉菩萨一流，他到那边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六道里面的居民一定有这个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不会在六道住了，他升级了，他到四圣法界去了。佛用这个标准界定，这是个界限的，来判定你是不是正觉。佛法的修学正觉是第一个成就。像我们读书拿到学士学位，这第一个成就，学士学位。再往上提升有硕士，最高的博士。佛法也是这个三个学位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
正觉，菩萨正等正觉，加上正等，等呢等于佛，但是他还没有到佛，等于佛，最高的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就好比这个一般学校的博士学位，正等正无上正等正觉，正等正觉硕士学位。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，这个学位名称里面全是用断烦恼来界定的，见思烦恼是头一个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第二个要断是尘沙烦恼，最后啊断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尽了，圆成佛道啊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。那么这是讲诸佛所修的因行，断烦恼要在生活当中，要在工作里面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烦恼习气由来已久啊！这佛法常讲啊，无量劫你养成的习气啊，阿赖耶里面含藏着习气种子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你能够把它断掉？佛清楚，佛明了，所以佛对于初学的众生，要求不高啊，要求也不多啊，这是一个好老师。就像叫同盟啊，教五六岁的小朋友，你一定要晓得他的能力能接受多少，能消化多少，不能太过分了啊。而学生呢，一定要接受老师的指导，学生不肯接受，好高骛远，不能接受的东西也要勉强去接受，跟老师不合作，这就没法子教了。世间老师教童农儿童容易合作，四五岁的小朋友很听话，但是佛法不如是啊。佛法大概一般接触的年龄最小的都十几岁，不是多数，大多数二十岁以上，成年人。所以佛法教学就困难了，成年人毛病好高骛远，他一进门就要广学多闻，
他跟老师不合作啊，所以老师没有办法教啊，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，古时候中国的小学，我讲小学不是学校，啊，中国小学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儿童教育。啊，儿童教育在哪里教呢？家庭里头教。啊，这是中国古时候小学的定义。啊，跟我们现在这学校不一样啊！啊，古时候啊，就是儿童教育，父母教啊。祖父母教啊，叔叔伯伯。他的长辈都教啊，都有义务，都有责任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家里人，这是我一族的人。我希望将来我们这个家族能有人才出来啊，所以都有这个责任。而且教学呢，可以说都是以儒家为标准，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啊。自从汉武帝制定了国家教育政策，教育宗旨之后，一直到清代的末年，这个教育宗旨没有改变，差不多有2000年了，根深蒂固。所以在中国民间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的人，提到孔老夫子，自自然然的肃然起敬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夫子的教化在中国扎了根。这个根基非常深厚啊！虽然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常常听老人说，他记在心里啊，他落实在他生活里头，印象深刻。发心出家了啊，虽然十几二十岁。发心出家了，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，为什么？他有家教啊，他懂得亲近老师，他接受老师的教导啊，他能跟老师配合，这个就是中国所讲的师承。你亲近这个老师，你不遵守他的教诫，这不是师承啊。这老师教的学生很多，这里头有传法弟子，这个非常重要，真正得到老师的承传啊，一般学生得不到。得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呢？跟老师不能合作啊。
绝对不是老师有私心。老师要有私心，这个老师不是好老师，没有道德。老师有道德，老师又何尝不希望多传一些学生呢？传法的弟子越多越好啊！在佛门里面，禅宗诸位都晓得，第六代祖慧能大师，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出名呢？他的传法弟子有43个人。哪一代的祖师都不能跟他相比啊！我们看看历代的祖师，最多的传法弟子大概5-6个人啊，一般的2-3人，很多我们常常看到的啊，还有单传传一个。所以学生跟老师密切配合难啊。古时候已经难了，现在到哪里去找学？找不到了。在现在这个社会风气里头，可以说是师资之道啊，恐怕永远都不能够恢复。要到什么时候才有呢？大概这一个世界毁灭。新的世界再从头来起，再由圣人教诲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众生苦难吃尽了，他再回头啊。这个也是悬浮，这是大的轮回啊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大的轮回是什么？是世界的尘住坏空啊，尘住坏空啊，也是永远不间断的啊。这个世界尘了会坏啊，坏了变成空啊，空了以后又尘。沉了以后又坏，沉住坏空永远在悬浮，这是大的。每一个沉住坏空都会有圣人出世，到这个世界在住界的时候圣人出世，到坏界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坏呢？众生跟圣贤不合作，不听了，都自以为聪明了。这个时候圣贤走了，不住世了。是不是真走了呢？跟众生并没有真走。圣贤说换一个身份来。如果真走了啊，慈悲心就没有了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个话就讲不通了。他已经把我们都舍弃掉了。众生舍弃佛菩萨，佛菩萨不舍弃众生。
永远不舍弃众生。啊，那么他来示现呢，换一个身份，绝不是用佛的身份，不用菩萨的身份。啊，一定跟众生和光同尘。示现普通人的身份，啊，他做不同的样子给你看，那真的，那这就说了，这个善根福德成熟的人，一看到这个样子，他不觉悟，哎，至少呢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这个人值得我跟他学习。善根成熟，啊，善根不成熟呢，落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因为他业障很重，无动于衷。啊，虽然无动于衷啊。意识里头已经落了好的印象了，佛经里面讲种子啊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啊，说老实话，去释迦牟尼佛还不算太远。就是以中国历史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3000年，诸佛菩萨示现在我们的世间，我们现在能理解，能肯定，永远不间断。而且呢，永远不减少。不要以为哦，佛出世的时候，佛菩萨很多很多，啊，祖师大德很多很多，啊，或者现在的稀有没有了，现在有，你看不出来。啊，现在善在呢，善在各行各业，善在男女老少。你细心去观察。啊，你清净心去观察，你就发现，你就体会到粗心大意，一个也找不到。啊，哪个行业里头都有，跟诸位说，老人里头有，小朋友里头有。都有佛菩萨在实现，啊，你看看他的思想，啊，他说话，啊，他的动作，与心得相应，啊，随身心得。这个学佛稍稍能够契入佛境界的体会得到懂得，凡是妄想分别执着很重的人，心浮气躁的人，他看不出来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观察周边的一切人事物，冷静
细心观察。那个人不是佛教徒，没有接触过佛法，那是外国人，他也没有接触过孔孟的典籍，但是偶尔听听他讲的话，他所思考的与圣贤讲的相应的，我们就晓得确确实实是佛菩萨圣贤应化的。所以不能说现在众生烦恼习气深重，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要感受空前的这个灾难报应。佛菩萨这个时候就不顾我们了，不是，佛菩萨这个时候一样照顾我们，从来没有减少分毫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佛菩萨依旧显示在一切人事物当中，时时刻刻在启发我。如果你读了华严，你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经里面的意趣，你才明了啊，才真的恍然大悟啊！这个虚空是什么？虚空是藏海啊！藏识海啊！我们这个大地啊，这个大地是什么东西？莲花。经上讲的莲花世界刹土啊，大地上面的海洋，大的小的湖泊，再小的水塘，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念的，上面所念的那什么东西，藏识所含藏的种子啊，海洋这个种子量大啊，心量很大；小水塘，哎，心量很小。我们今天念的这段呢，是河流啊，海间相合。河流表什么呢？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表同时心所。什么同时呢？阿赖耶里面含藏种子，这个种子起现行，同时相应的行处相合啊！所以我们看到
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河流，哦，佛在经上讲的是哪一样不是佛菩萨在实现？哪一样不是在提醒我们，在觉悟我们呢？只可惜我们真的是在迷，真的是不觉，没觉察到。这是我们想到善财何以能够一生圆满菩提，一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哎呀，他会学啊，宗门里面大德常常测验学生会吗？哦，这个字，这个一句话的意思好深啊，会。你要是果然会了啊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。你要是不会呀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找不到啊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？然后你才晓得这一句里面所含的意趣之深呐，之广啊，无有穷尽呐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天天在表演，每一天在表演，就是学佛。你每天看他，他老人家的生活为我们明显的显示出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心地清净极密，对众生大慈大悲，天天现这个相啊，生活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过什么呢？最简单的生活。最简单的生活就是最幸福的生活，最圆满的生活。这很多人体会不到啊！一般人总是就追求物质文明的享受啊。我常常讲啊，物质文明享受你要付出多少代价，这个代价不是金钱，金钱是身外之物啊，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？是妄想分别之处，这个代价太大。这个代价，往后的结局、后果是三途六道啊！你付出是这个代价了，这个代价是这个世间没有东西能够跟它相比。我为什么过这种生活？
那么我们今天问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学释迦牟尼佛啊，三一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呢？不需要啊。为什么不需要呢？你要是刻意去做，你又在攀缘了。佛教导我们的是随缘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很好啊，一切都随缘。这个里头决定不起贪嗔痴，决定不起分别执着，就对了，跟佛就没有两样了。佛生活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我们今天随顺这个生活也没有分别，也没有执着。一定要懂得随顺，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，佛常常讲啊，随顺受用，决定不能占有啊，这是我的，那你就完了。身体都不是我的，这个道理几个人懂？学了大乘，懂得什么是我，尽虚空变法界是我。怎么能把小小身体，好像整个人身是我？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汗毛当作我呢？把整个身体忘掉了，错在这里啊！华严里头告诉我们，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所以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与我是一体啊，像一个身体一样，这一体是没错啊。身体不是完全健康，有些地方麻木不仁啊。那麻木不仁的部分是什么呢？部分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这一部分啊。我们能够发现这个问题，就已经开始觉悟。你要不觉悟，你不会发现了。你觉悟，你就发现了。发现之后怎么办呢？帮他恢复。这叫自觉了。我们今天自觉了。自觉努力着，努力恢复。恢复正常。正常是聚而不能。我恢复正常了，我的周边还有很多没恢复，肯定影响他。周边往来的这些大众，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，他很快就跟进了。有些跟进的还超过我。这个古往今来啊，不少数啊。老师，这个学生超过老师的常常见。古语说得好吗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一句话是勉励
我们自觉要认真的提高自己境界。啊，不能说，哎，老师他都没有做到了。我何必要做呢？那就错了。你永远在老师的后面，跟着老师，你为什么不能超前去？这个超前是正确的。你超前就是你再来帮助老师。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弥勒菩萨资格比释迦牟尼佛老啊，学长啊，远远在释迦牟尼佛之上啊。释迦牟尼佛勇猛精进，超过了啊！本来成佛是弥勒要在释迦牟尼佛之前，现在释迦牟尼佛超前成佛了，弥勒在释迦牟尼佛之后。我们想想这个意思啊，这是什么样的事情？叫我觉悟之后啊，要勇猛精进。老师真的希望学生超过他，真的成就啊，好老师啊！如果学生的成绩都不如老师，这个老师平平啊，老师本身没什么成绩，学生都不能超过他啊。老师心里头唯一的期望就是希望学生能够超过他，道德超过他，学问超过他，成就超过他，老师心里欢喜啊！啊，老师心里不会嫉妒啊！儿子成就超过父亲呢，父亲会嫉妒吗？父亲感觉到荣耀啊！学生超过老师，老师感到荣耀。我们还是要看呢，海景相和，长行第五句，其和所有悬浮之处，一切诸佛所修因行，种种形象皆从中出。前面已经说的很多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经文表法的意趣啊，这一句说的很深很广啊，确实是不思议的境界。那么就经上讲的一切诸佛，这一句里面就含着很多意思啊。第一个呢，可以说为设法过去现在啊，未来我们不谈啊，一切诸佛如来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种讲法呢，就像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祝福啊，那个祝福呢，是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这些人最低的
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，与诸佛是同身心的，同样呢用的是真心的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，他们真正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确确实实他用的是这个心，不夹杂一丝毫的这个妄心，妄心是相反的，是妄心，真诚相反是虚伪，虚伪是妄心，清净反面是染污，染污是妄心，平等的反面是功高我慢，正觉的反面是不觉，慈悲的反面是自私，反面完全没有了。圆教初住菩萨用这个心啊，如果我们也用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反面的完全断干净了，你就是初住菩萨，你就是法身大士，我们今天学学真诚里面还夹杂着虚伪，没断干净，我们的功夫要在这里做，分分断，它不是一下就断干净，没这个道理。一定要锲而不舍，真正努力去干，希望是一年比一年真诚，真诚进步了，虚伪啊降低了，要这样干法，希望自己在一生当中把这反面的都断干净，换句话说，我这一生当中啊，我纵然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也能证得分正位也不错了。人要有这个志向，这个真正叫办大事啊！世间的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，假的啊，那是一场空啊，不能在那里追逐啊，要彻底放下啊！我们干真的，我们走的是佛道，走的是菩提大道。所以那个一切诸佛呢，就是从圆教初住往上，这个四十一位法身菩萨通通都是诸佛，这一切诸佛，这是一个讲法。还有一个讲法呢，那就是天台大师讲的六界佛，那六界佛范围包括大了，把我们凡夫都包括，我们凡夫是什么佛呢？名字即佛，叫有名无实。只要是受了三规了，三规五戒了，不管你有没有规，有没有戒，就是这个挂个名，为什么名字即佛嘛？你皈依了，三皈确实没做到，你说了五戒了，五戒一条也没做到，挂名的名字就认真去做了，我天天真的想在修，
这个提起自己的警觉，我要觉而不迷，我要正而不邪，我要静而不染。啊，你已经有这个念头了，时时刻刻你能提得起这个念头，啊，你能提得起这个舍善无忌，起心动念都会想一想，哎，我跟舍善相不相应，我这个念头该不该起，是善还是恶，自己有能力去鉴别。啊，我这个话啊是善还是恶，我这个行为是善还是恶，能够真的反省，真的检点，真的天天在改过自新，这个叫观行即佛。那就不是名字，他真干了。观行功夫得力，就真正能够降伏烦恼。你比如说遇到很不称心的事情，人常常容易发脾气，忽然就是在这个时候提醒着，哎，我不应该发脾气，我何必要认真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把这个嗔恚念头啊，马上就压下去，观行啊。观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观照。行是行为，你能够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行为是正的还是邪的，你时时刻刻提得起关照功夫，这叫观行为佛，观行是佛。六道凡夫都在这个境界，如果再提升呢，再提升就相似即佛了，观行提升呢就相似了，相似就是像样了，像佛的样子了，那是什么呢？你超越六道轮回，你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四圣法界里头没出六道，四圣法界里面相似位，相似即佛。我们如果做到相似位呢，那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那你就想象到了，你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还没断，在相思位里头呢，就要断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断尽了，那你又提升了，分正即佛，那就是圆觉初住以上。照见这是功夫三个等级啊，观照、照住、照见照住是六级里面相似级，照见呢是分正级、分正位。
在观照，没有到照住，这六道里面的观行位啊，一切诸佛有这三个意思在啊。啊，所以第一个意思那是圆满佛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第二个意思是分证，分证为法身菩萨。第三种讲法的时候，把名字位都包括进去，然后你再晓得，这个就是所修因行种种形象，可以说从凡夫出发心，一直到如来究竟果地修行的形象啊，通通都在这里头看出来了。那这种种形象是什么个形象呢？跟诸位说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上所说的一切，就是这里讲的种种形象四个字啊，一切诸佛所修因行种种形象，总共十二个字，全部化缘这个句子里，你就想想到啊，真的是境界深广，没有边际啊。从这个地方使我们联想到，我们供养佛啊，供养佛像，供品当中最重要的一杯水，其他的什么工具都可以不要，水是一定要，香都可以不必要，水不能不要。水表什么意思？你看看此地，这个华藏世界周围的香水海啊，大海水啊，啊，莲花地面上这个香海水啊，从香跟香海通的这些河，我们现在念到的海景相合水啊，用水表藏识，用水表藏识里头含藏的种子，又用水这个河水表这个与这个识啊，与识心相应的心所。你看看这一杯水里头的表法意思多深多广，我们教初学不能这个讲法，这样讲会把它讲糊涂了，他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利益啊。我们最平常是用最简单的讲法，供这一杯水代表什么？代表心水啊，心要像水一样清净啊，没有污染，要像水一样平等，没有波浪啊。波浪是什么呢？波浪是念头啊，我们的心前念灭后念生，这个是波浪啊。如果是欢喜或者是发怒，大风大浪
真正平呢，波浪不生呢，这就是定。我们讲的禅定。佛经里面也常常读的是正受，正常的享受。你的心水不动啊，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？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就是像水河，河流在流动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那就是正受，那就是禅定。禅定无是盘腿面壁啊。盘腿面壁那是初学。那是课堂的作业。真正要用在生活上。禅定要落实用在生活上才开智慧。在禅堂里头盘腿面壁打坐不会开智慧的。要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地方啊，真正在那里练啊，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是慧，心地里头如如不动是定，真正修功夫，修定慧是这样子完成的，所以我们到后面这还现在没讲到。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参访的善知识，修禅定，不是在禅堂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市禅。古时候这个市禅，就是现在的商场、百货公司。最热闹的地方，外国人称之为墓。修禅定的人，他在那里去逛啊。善财童子到那里去参访他，他呢在那里修禅定，定慧等学。我们凡夫怎么会晓得？他六根所接触的琳琅满目，他在里面也有说有笑，也不是呆呆板板的像木头人的，不是的，这是活人呐，活活泼泼啊。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这是智慧，他一点不糊涂。这个心里都是对于所有一切的这些万物，一点贪心没有，一点厌恶的心没有，他心是平的，这是修定，他心是清净的。没有被六尘境界污染，真正的禅定啊！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啊！定慧一体，定慧等学，这就是
所以六波罗蜜是在生活里头修，是在工作里头修，是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，一刹那都没有离开。以华严来说，普贤十愿，文殊十波罗蜜就是他的生活。化身菩萨的生活，我们能不能从供佛的一杯水里面体会到这个意思？这经上戒从中出啊，你能不能从这个一杯水里面生出这么多的意思出来？这一句我们就说到此地。再看底下一句，摩尼为王，众宝林都，这八个字就是一句。王是罗王，林都，我们中国人俗话讲铃铛，小的叫铃，大的叫都。这个多就是小型的钟，比林大，比钟小。最常见的就是现在好像也不常见。我们从前在学校念书，上下课打铃，那个铃是多，是个大的，大的铃。有公牛到时间他就一摇铃，上课了，下课了。那么也有学校的时候，这是个小的钟，那是属于铜。它挂在固定的地方。到时间的时候它有绳子。绳子这个。拴在那个钟的锤上，它那个锤是在钟的当中，你摆动它就响了。那么这样的钟是往往我们还在一般教堂里面还能看到。这个意思大家能体会到吗？林铎是叫你上课了。王罗王，罗王表的意思很广。王一般来讲总的意思来说，包罗万象。经典上讲罗网，多半都是取地势天。天宫里面的罗网装饰品，这个网里面系着明珠宝珠，就是摩尼宝珠，
珠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的这个景象都照在里头。啊，它这个珠子很多啊，王与王交叉地方都接上明珠，珠跟珠互相照应。那个景象啊，重重无尽，就好像镜子对照一样。啊，我们知道镜子是平面的，啊，那个珠是圆形的，啊，圆形的镜子照起的外面的色相，它产生变化了。从变化里面我们体会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那个相会变，这说明是你用什么眼光去看，哎，那个相就变成什么样子，相随心转，随着我心转，我看那个人是好人，越看越好。我看那个人是恶人，越看越恶。他是不是真的好，真的恶的不见得。好跟恶说老实话没有标准的。真的没有标准啊。佛菩萨有没有标准？佛菩萨也没有标准。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善恶两边都离开了，这是绝对标准。这个跟你说真的。宇宙之间，一切人事物，古人讲得好，性本善。那个性本善，善的时候，善恶都没有。那叫善，有善有恶，不善了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呢，如何你见到本善呢？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加丝毫意思，你就见到本善了。这个本善是什么呢？华严经上讲的一真法界，只要不加一点意思，现前这个世界是华严世界，是一真法界。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？我们把意思加在里头，平常我们有个术语，常常讲注意啊。注意不是好事情。注是什么呢？注如意是什么意思？注意是六道凡夫啊。觉悟的人啊，才不会把意思注在这个里头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把意思住在里面，坏了，马上就变相变直了。所以佛常常叫人第一念，第一念什么呢？没有意识，没有加丝毫意思的。第二念呢，意思就跑出来了，实了。第二念呢，这个见性
就变成了眼识。这个耳根呢，闻性就变成了耳识，第二念就变了。第一念跟第二念呢，几乎是同时的。佛法里面讲，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，那一个生灭就是一个念头。所以能保持第一念，就是发生大事了。保持不了第二念，九界众生啊，诸位要听清楚，九界包括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保不住啊，第二念就迷了。第二念是十，是八十，五十一心所起作用啊。永远保持第一念呢，就转识成智了，分证为佛了。他是分证为佛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发生大事啊，随着我。喊这个喊的意义很广很深啊，表法的意趣我们总得要能够体会到几分啊。那我们在一切处所看到网就想到王在教我们，所以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从来没有间断在教导我们，关键还是在会目果然会学，我们的学习从来不会间断。真的问题在会不会，不是说别人会不会，自己会不会，别人会不会与我没有关系啊，自己会不会摩尼是王啊，众宝林多，林多刚才讲的，林多是教学，执掌教学的这个工作，也称为。死多手上拿着铃上课了，这什么时代呢？古时候的私塾啊，私塾学生少的六七个学生，多的一二十个学生。这三十个以上的大概都没有啊，顶多了二十几个啊，这是古时候的私塾啊，老师一个人没有工友啊，上课
要领，老师自己要领。下课的时候，学生可以轻松一下休息，离开教室。上课时间到了，老师要领，学生赶快回到自己座位。这是领读，你从这里体会。众宝当然是形容教学的课程。老师教的是什么东西？全是圣贤书啊。我们佛法里称之为法宝。世俗里头所教的，在中国决定少不了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教学内容啊，这课本呢，真正是宝。古时候小学老师教的是教你生活起居、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，那是德行啊。教你说话，说话要有分寸，要有礼貌，言语教规矩，老师做榜样，学了之后你回去，你知道对父母对这个兄弟姐妹是一些什么样的态度，生活教育。古人也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记录下来了，大家熟知的弟子规。这一类的，这是小学教材。需要读的呢，一定是四书五经。老师只教读，教句读，只教你读。没有讲解，为什么呢？年岁太小了，智慧没开。这个时候，他的长处就是记忆。小孩的记忆力好啊，没有妄想啊，没有杂念，利用啊，他这个长处啊。他的特质充分地利用他，大概总是到十二岁记忆力最好的时候。在这个阶段里头，所有重要的典籍教他读，教他背所以四书教学老师是不讲解的，只讲规矩，处事待人是规矩，礼节这个要讲，书不讲的，叫你背，读书，看着你背，这个天分好的，
督促他背100遍。100遍背完了，可以下课。所以下课不是同时下课的，有早有迟，下课不要打铃的。你100遍你先背完了，你先下课，那个还没有背完的继续再背。天分差一点，我们一般讲的迟钝啊，笨一点的人要背200遍，加倍呀！为什么呢？他才不会忘记。所以只有上课的时候打铃，下课不打铃的。每一个学生下课有先后不同的，跟现在学校不一样。古时候是从6、7岁开始，到12岁，大概也是6年的时间。能力很强的，记忆力非常好的，4书5经背过之后，可以选背诸子百家。百家是文集，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古时候编的丛书啊，四库全书、经史子集，背这些东西，由老师来选择，来挑选。交给学生背诵，在佛法里面也不例外。但是佛法出家不是从小，不是从6、7岁。佛法出家了，大概都是15岁以上。到20几岁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他的小学教育完成了，甚至古时候这个13、14岁就入太学了，秀才了，我们也称为童僧，童僧就是秀才。入太学读书，那有讲解，有研究讨论。你小学所背诵的东西，现在要开始研究讨论讲解，所以它是分为2个阶段。小时候记忆力好，让你背。13、14岁智慧慢慢开了，能够懂得了，来研究讨论。所以在古代，确确实实有考取举人、考取进士，20岁入冠，还有19岁考取的。那还叫童子，那考取举人、考取进士，这个成绩优异的，国家往往分配你担任县市长，县市的领导人，多大年岁呢？19、20岁，
教成的，叫出师，就出去做官。为社会、为人民造福啊！他自己来说呢，修福啊。人生享福是在外面，退休之后啊，享福。这个跟外国人的思想不一样。所以少年的时候苦学奠定富贵的根基，壮年的时候为社会、为国家服务、为人民造福，自己在修复，到晚年退休了，现在人家退休，古时候叫致仕，就是退休。退休之后享福啊，外国人跟我们恰恰相反，外国人说少年享福。中年拼命的受苦受难的，谋自己生活。晚年的时候，外国人这过去我常常听说，就是外国人是少年的天堂，中年人的战场。老年人的坟墓，他跟我们中国完全是相反的。这个社会上流行的言语不错，我们到外国仔细观察是这个样子。年老的时候没有人理会的，虽然住在养老院。养老院住的那么多人，彼此都不谈话，都不往来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吃饱了之后，身体好的院子里面散散步，身体稍微差一点的，坐在椅子上晒太阳，没有人给他打招呼，没有人给他说话。寂寞啊，我们看到很难过啊。我们想想，如果我们晚年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啊？他们在那说晒太阳等死啊，中国人常讲啊，坐吃等死，那是什么味道？这个是一生最后的一个阶段，多可怜！我们看的很多很多，有几个人有警觉心的？释迦牟尼佛有，看到生老病死。他觉悟了，生老病死的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了，几个人能像释迦牟尼佛觉悟啊？哪个人不老的？我自己要老啊！我老了以后是不是也跟他一样的？想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警觉，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释迦牟尼佛是因此
而发心修道的。舍弃世间地位、权力、荣华富贵，他去修道。为什么呢？只有修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要不认真地来学习，这问题解决不了。果然没错，世尊确确实实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效果展示给我们看了，教导我们呢，中国人在全世界来说，现在连美国人都肯定中国人有超过一般人的智慧，现在西方人肯定了。从中国这个教学思想理念教学的方法，你能看得出来中国人的智慧。小受一点苦，受一点折磨算什么？小时候受了苦了，老的时候不受苦啊。谁能想得到？小时候要想享尽了福了，老时候受苦，你们想想看，你是愿意老时候享福，还是愿意小时候享福？你是愿意是小时候吃苦，还是年老的时候吃苦？你能把这个账算清楚了，哎呀，你就明白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受苦受难了，同事朋友在这个下班的时候游乐场所去玩去了，看到我在这里读经，在这里学佛，都是我迷信。没有学佛之前，我喜欢读书，都是我书呆子。书呆子以后学佛了，迷在佛里头了。不知道去玩。他们是明着告诉跟我讲啊。我回答他说，我说我不是不想去玩了，我玩不起啊。为什么呢？我如果现在玩了的时候，我老年要受罪呀。我现在年轻呢，可以能够忍受啊。现在好好的努力学习。我玩的时候，我说我会玩。不过我现在不能玩。我到年岁大的时候再去玩。他们笑笑。不懂啊。到我五六十岁了，常常到国外去讲经去玩，他们明白了。和尚讲的话不是假的，真的。他们那个时候工作很辛苦啊，快到退休了。看到我今天到这个国家，明天到那个国家。他怎么知道？玩要有本钱呢，没有本钱怎么玩法？先要把本钱赚够啊，先要好好的学道德、学问、知识，通通有了成就了，
这个时候像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啊，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也是周游列国，那是我们的好样子啊！我看明白了，我看懂了，认真学习，这是众宝林多里面的含义。